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推取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台服天地节手游在12月16号要关机维护的公告。本周的更新内容最主要是十字系修狂篇终于要开启了哈。好，幻城再临，幽死天幕，尊神的使命与他的希冀。好，那我记得修狂篇后面好像还有。我有点忘记了，要再看一下。不过熊网篇还蛮难打的、哦，对我来说了，对我目前的战力来说。然后限定召唤的话是登峰召集啊，是剑血跟单音。那哇，单音不知道有没有人想抽呢？不过要抽剑血的人可以抽了，但是因为仙剑快要开了哈，所以各位我觉得这个卡池还是可以跳过的哦，可以跳过的。好，在旧域气渊天。气渊天剑开启，那就看各位有没有时间去打了。因为有些蛮难打的，我自己只要遇到有些关卡要花很多时间打的话，我就先跳过。啊，不过可以换到很多的那个魂石啊、石髓，然后魂光、石髓、魂甲等等。那大家要打的话，可以去记得去打一下哈。然后跟旧域的浮屠城开启哈。还有一样有魂光，我记得魂光可以换蛮多个的，不是魂石啊，刚刚讲错。然后在超时底包我看一下哦，太玄秘藏490，好像也还好。玉太玄石50，十字金150，铜钱20000，然后2100000，对，然后福瑞通宝190，好像也还好。魂光100，然后铜钱60000，银魂这个是870块，哎、欸，也还好。然后外观修复是慕容玄机的熏风蓝龟齁。啊，本周更新就是主要是十字系凶皇篇啊。好啦，那这礼拜更新情报就这样子啊。喜欢我的影片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